在这一季伦敦奥运会上，有许多网友在网上发出感慨，发出了许多发自内心的感叹。比如说，在这个王浩的问题上，大家知道，王浩获得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一块银牌。那么，在北京奥运会上，或者说在上一届奥运会上，王浩一人得的是一块银牌。许多网友在惋惜之余，好似是命运的捉弄，好似是命运的不公平。我们观众朋友们，这些年我们关注王浩，我们可以说许多比赛中、许多大赛中都不乏王浩的身影。那么，王浩给我们的提示，给我们一个带给我们的精神激励，就是坚持。尽管比赛场上有许多的不完美，也许会有遗憾发生，那么王浩给我们提示了一个人生的正能量：不放弃，坚持。面对命运，我们要微笑；面对命运，我们要做出一番我们自己的选择。不妥协，不退让，迎难而上。我们乒乓男团的所有好成绩，也都有王浩的一份抹不掉的功劳。所以说，大家在网上可以看到更多的是对王浩的一些鼓励和激励。这里是酷六网伦敦奥运大盘点，我们依旧对王浩充满信心。人生是条长路，曲折再多，只要执着，只要坚强，相信，希望和曙光依然照耀着人生道路。